有钱人是怎么吃东区粉圆的好吗？就是赚了大王，就是泡在东区粉圆里面，懂吗？我现在很不爽，昨天有人说他家很多东区粉圆，是不是？这样叫做有钱？全世界，全世界，你知道全世界多大？唯一的一条就在我身上，伯爵的。你们平常得点什么东区粉圆对吗？就是一小碗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有钱人是怎么吃东区粉圆的好吗？就是赚了大王，就是泡在东区粉圆里面，懂吗？你看啊，喵喵喵喵啊，喵喵喵喵，这些都是粉圆，东区粉圆很好吃哦。我要就吃这么大碗，你们吃那么小碗的什么香料味的哇？我就是一个小孩，但是我是这么大碗，吃一碗也不过才18了。我吃东区粉圆可以吃成这样哦。而且吃完就肚子很胀，我整个肚子都是粉圆，我什么料都不加，我就是要吃粉圆，懂吗？我现在很不爽，昨天有人说他家很多东区粉圆，是不是？这样叫做有钱？我现在就是因为不爽，我爸爸请告人来我家唱歌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刚好 ending 了，因为我不想听了，所以我叫他们暂停。因为太不爽了，爸爸又买了全世界，全世界，你知道全世界多大？唯一的一条就在我身上，伯爵的，看到没有？腕表，看到没有？超大颗的，你们那个叫做有钱啊？超不爽的，我要睡觉了，走开啦，全部退下，退下，退下。